国底线走走，外线走走，对，最后护球反而护出毛病，一下子有点要绕过去了。就这一侧底线外的这个慢镜回放，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。啊，右左手手腕应该是这个刮到皮球了，而且那他关键有一点，骗过对方的守门员叶尔杰提，点球命中来处罚这个点球。啊，很稳，很稳，骗过对方的守门员叶尔杰提，点球命中，3-1。